我呢，是我阿娘从鸟窝里捡弃婴，但是我觉得我是守护阴商的玄鸟。哎，你真的是挺特别的。我才是天命玄女。玄鸟，那是咱阴商的守护神。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你看见那座山了吗？你要是能登上去，你就是玄鸟。记住。 天命玄女是你注定的王后。罗人的勇士们，让我们踏平印度，出征！大家都觉得我傻，还有人跟我说不会有好结果的，只有你认可我。啊， 吾等属可与金盘顶，也是吾等山族大护臣。不好！快啊！快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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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信任吴大护神，翻了吧。好，没事吧？啊？嘿，好，咱不行，明年再吧。哎，不啊，别，要不咱明年也别参加了。这山啊，它好像根本就没有人能爬得上去。你们俩，我让你们两个臭小子穿了它。我今天阿娘，别打我，阿娘，阿娘，我自己要爬的。还有你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不要爬这个，轻则残废，重则就没命了。哎呀，兰婶，没事，它是雪鸟，死不了。我打死你！让你们两个穿的啊！昨夜偷袭雪山哨卡的是罗人部族，现在已经跨过北山。罗人，那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族啊！罗人过多，草木不生。昨夜本王梦遇玄鸟，几次占卜得知，
天命玄女赴玄鸟湖祭祀，方可清除妖孽。风族领命，万死不辞。您看，风族九凤被纳入王室，要跟武丁王子祭祖成亲了。灵儿，玄鸟湖有伤的天兵，你应与九凤前去祭祀。父王，儿臣愿率军驱除妖邪。关于战事，我已交与古野将军全权处理。记住，天命玄女是你注定的王后。出阵！我要去啊。你去什么？我听说那帮罗人吃人不吐骨头。我不怕。哎呦，你不怕什么？你不是玄鸟，大圣你也救不了。赶快跟我走。咱回去吧。你一定要小心啊。跟上。阿娘，带我凯旋。武山曹海，照顾好我阿娘。是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照顾我来这儿。哎，我，哎，我去吧。哎，您保重。早点回来。等等我。等我。好。早点回来。撤。是我们，撤！撤！撤！方树立繁茂，不便行教。那怎么办呀？下轿。我不要。是啊，我们小姐出门都是行教。嗯。下来。哎，你这个人，小姐消气，愣着干嘛？快来扶小姐。不用。小姐。武丁，哎呀，武丁，你等等我。小姐，这是哪儿啊？传言简帝王妃就是在这里吞食玄鸟蛋，生下始祖气。是伤天命所在，记住，你是天命玄女，大伤的守护神，麻烦以后行事言语端庄一些。我是可以端庄，但是你要扶我。武丁，武丁，怎么回事？罗人偷袭，有埋伏。方玉，
论是什么，我们都要誓死御敌。把商军逼上悬崖，无路可退了。好，好，好你的马劲，好，好，好，等等我，好。怎么样？还是昏迷不醒。玄女生病之事，切勿告诉他人。是。
王子，卢人要向我玄女挑战，可找到其他下山道路，都被卢人封死，估计还可以撑几日，最多两日。援军可有消息？没有。下去吧。要不是好拉垮了水坝，你们早就都完蛋了。就是啊，放下兵器，愣着干嘛？放下！你愣着干嘛？放下兵器！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任务交代。你干嘛呀？联络援军，是撤。御阵，哎，戴好面具。我们什么任务啊？你不是来助战的吗？坐回去。那你总得告诉我做什么吧？做天明玄女。什么？听说昨日溃坝乃是玄鸟所为，你们的守护神居然是一只鸟，今日我要屠杀此鸟呀！八位雷音，可恶！小鸟，快与我决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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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骨软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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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骨软皮。我们应战。快！
率领军队赢得了首战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的替身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才是天命玄女。天命玄女带我们突出重围，你可以吗？我怎么就不可以？你不可以。我可以。你不可以。吴迪，你看不起我？我干我爹去！哼，我干我爹。吴迪，他是谁啊？这是我天命玄女的大帐。你说我是谁啊？我才是天命玄女。她是天命玄女。宫女。你出去！你让我出去！你！哎，我爹，你不帮我！小声点！我跟你说，我告我爹！小声点！我告我爹去！我爹！我杀他的继母了！我什么？让他安静！你干嘛打晕他？安静了。哎呀！哎，她真的是宫女啊？啊，我处理一下。哎，啊，张浩，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啊。我听说，天命玄女要做你的妻子啊。哦。这个处理一下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准靠近天命玄女的军帐。向你挑战了，你怕了？你担心再来一次，也未必能赢。就能赢他？听见了吗？死亡之虫正跃跃欲试。居然背着我跟罗刃约战！
这叫废物利用。我们在罗人那边的战俘有那么多呢，救与不救都很棘手。现在罗人既然想与他约战，待他和罗人决斗的时候，我们在外突袭，岂不妙哉？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武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假的替身，你还想让他成真不可？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小子什么意思？哎，让他去送死呗！哎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是错了吗？他什么呀？别吵了。你觉得我应该去？此次行动危险，你也可以不去。好，我去。好，不能去啊！我怎么看这小子都不靠谱，我觉得他在利用我们。虽然我脑子不好，但我觉得也是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想多了。虽然我们赢了一阵，但我们现在依然被罗人堵在山顶，而且我们军营里的粮草只够支撑两天了。借决斗之名深入敌营，中间开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而且我们不能放下俘虏不管。好，你从小怎么任性，我们都宠着你。你觉得你是玄鸟，我们也配合。这次真的不行，咱们会送命的。你在哄我？不是我，我。你在配合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病啊？从来没觉得我是玄鸟吧？大姐，你当然不是鸟了，你是人。这次你也证明你自己了，挺好的。咱们回去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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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真的太危险了，你们走吧。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想当王妃，攀上高枝不要我们了呗？是啊，所以你们走啊。你让我走？你再说一遍。走啊，走啊，听不见吗？啊，我走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真走了，走了，真走了。其实我也担心你的安全问题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吧。跟我去个地方。啊？走，跟我走。喂，去哪儿？喂，哎，去哪儿？小姐，我忍不了了，我真的忍不了了。让他狂，反正他也活不过明天。对了，我爹来了吗？姥爷到了，快带我去。喂，我们去哪儿啊？陪我散散心。哇，来，这么高，小心点啊。哎，来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好漂亮啊！哇，
你想飞吗？什么？哎哎，走！见识一下我们罗人饲养的死亡之虫。没事了吧？死亡之虫吃了它。杀他！杀他！
风风吹。我爹，快跑！用白风，我爹，快跑！我。我爹，我爹，救我！你在干什么？我爹，救救我！我爹，你干嘛呢？这是天山雪蚕丝织成的网，连老虎都不能挣脱。古野将军，他救了众将士的命。你不能杀他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假的替身，你还想让他成真啊？我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你要承认我的女儿是天命玄女。王子觐见。父王，我儿身披战甲，很是英气啊！儿臣有事相告。替身之事，古野将军已经告知于我，我儿做得很好，杀掉便是了。好儿不能杀，九凤我也不想娶。你必须娶。我们必须得到他的指示。你需要得到各部族的支持。各部族被王位虎视眈眈，而是愿意为你上阵杀敌。放肆！何时学会顶嘴了？出去！你相信有天命玄女吗？说他是妖怪，要我们好好看守。松开！对不起，松开，松开，王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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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快！来，别来，别过来！放开，放开，王子！解开裆，解开裆，解，解开裆，解！快把王子放开！解开，快放开！解！退后！沧海，来人了！来人了！退后！退后！闪开！别别别！靠边！别过来！都靠边！退后！退后！闪开！闪开！退后！别动！都别过来！走啊！
王子，这是为何？走！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把这个还给他。我不配。走！走！你疯了？好不能杀，九峰我也不会去。你想娶谁？不好，那个乡野女子。对。我要娶的人就是好，她才是我的天命玄女。你的天命玄女是九凤，你必须娶她，你要认命。我不认命。你想逼死为父吗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是王位的继承人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没有姑爷，我们父子能坐稳这个王位吗？父王，我已经联络了各部族，摆脱姑爷的束缚。丁儿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算为父求你了，不看在我的面上，也要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。听我一句劝，顺应天命吧。为父给你跪下了。你不要这样。父王。丁儿，你想明白了？好，好踏平印度，出征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我们准备没有加入，你说我们是来提亲的。哎呦，好，我们俩没什么本事，但是对你好的本事还是有的。我们俩商量过了，不管你选谁，我们都高兴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有你们真好。好，好，我去劝劝他啊。
你捡的我吗？胡说，你是我生的。那我是从蛋里出来的吗？是保护大山的玄鸟吗？哎呦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你快下来。阿娘，我可以飞吗？阿娘，哎呦我的天！阿娘，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哎，这孩子，阿娘，我想知道，我到底是不是从蛋里生出来的？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呀？我想知道。我男人死得早，死前也没跟我生个孩子。那天我上山采药，天空突然下起了流星雨。有一只大鸟的影子，原来那是星光照到鸟窝透出的影子。这时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，我往上望去，看见有个婴儿在鸟窝里哭得正欢。阿娘，谢谢你啊，我真应该听你的，不应该这么胡思乱想。你看看，我天天劝你，叫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就怕你这样。玄鸟那是咱大商的守护神，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不过做玄鸟的事还是挺简单的。其实叫什么重要吗？终于来了，老夫终于等到你了。20年前，商王为了利用古野的势力压制各部族，竟然篡改了玄鸟降世的占卜结果。我作为占卜祭司，拼命将真的玄鸟带出，遭到了他们的追杀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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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天降意，玄鸟降生乃风族古野之女九凤。怎么可能是风族？天命玄女护佑大商。所在此结果根本不认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真的玄鸟。你可知只有人间的玄鸟才能上得这悬崖。你看罗人的军队已经倾巢而出，大伤危矣，你还要不要去？我要去。好，天命玄女护佑大伤，告诉我你是谁。我叫富豪，我来这儿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我要做天命玄女。九凤上殿听宣。三拜大王。今日本王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告，本王封九凤。哎呀，哎，这不是九凤吗？哎，你今天好漂亮啊。你这么着急想嫁给我，是喜欢我呢，还是想控制我呢？你无听王子。胡爷将军，莫急莫急啊。武丁，下家来人，别碰我，都给我退下，给我退下。罗人，
怎么两个人呢？快点！啊，好开心啊！我军一向所向披靡，怎么就不堪一击了？昨夜我做了个梦，又梦见了玄鸟，我想一定有天命玄女必有我杀。大王，这个故事是我们编的，你忘了？不，不不不不不，让我们给调包了。你忘了？大王，九凤才是天命玄女。要不，我们把好给找回来？不行。要不，我们再和部族好好谈上一谈。不行，要不行，我还没说呢，怎么就不行了啊？你别忘了，我是大王，我说行就行。看看，看看你的眼神，要造反吗？不要以为你帮本王压住那些不足，本王就欠你的。别忘了，你的一切都是本王给你的。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商王病重，天命玄女将亲率重兵奋勇杀敌，神破敌军。好、这可是没这下场啊。这你要去去有何用？我已经不是商朝的王子了。那你觉得我是天命玄女吗？你是我的天命玄女。你是我的王。你去哪儿？他们人多，我去找一支援军。我们没有援军。拿好了，不许塞给别人。这样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
都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无论何时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不能打呀，我们打不赢。跟懦夫，我人，你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。有本事你去啊！我人难道都三头六臂？他们那个玄鸟老夫不认，这把椅子就不认得坐。不打怎么能行啊？这个心里没数吗？胆小鬼！罗人逼近异族，谁与我出征？罗人犯我土地，谁与我出征？大家先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就你是个胆小鬼！闭嘴！我的宝座，我的宝座呀、啊！我的宝座、啊！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不是说没有玄鸟吗？你不是说没有人能坐得了这把椅子吗？还有你，心疼了。我们为了这把破椅子吵了多少年了？现在没有了，不用吵了。圣族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做出如此大不敬之事？哎，相反，他们对我非常不好，他们把我说成妖女，甚至想要杀了我。但是现在，我们不是为商而战，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它需要我们保护，它需要那只玄鸟。你是那只玄鸟吗？你是吗？你是吗？你是吗？出征！出征！出征！我们就踏平殷都，成为这里的新主人，让商人记得永远做我们罗人的奴隶。饮血狂欢的日子到了，杀！杀！杀！将士们，不要害怕，天命玄女在此，战车冲阵。出去！
闯出去！我不敢。你是天命轩，你给我闯出去！给我杀！这辈子有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但这次，你们不要跟着我了。商军溃败成这样，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要再做一次天命玄女。驾车！驾出啊！天命玄女，召唤！
娇颜，碧荷珠帘看并肩，福慧人间均沾巾，鸳鸯修道傲神仙。封妇好为天命玄女，与我儿共护大商。谢大王。天命玄女护佑大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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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命玄女护佑大商。Thank you.
愿万民乐业，雨顺风调，冰火宁息，国祚绵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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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丁和妇好的故事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炙热的温度代代相传，当时间褪去，历史成为故事，故事成为传说，传说又成为了神话。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在殷墟一窥当年那段名垂千古的武丁盛世。Oh, stop.